真烦呀、啊！刚才有人送了十栋楼。好事郎，这收租又麻烦又累。小姐，第一奴才小马随时为您效劳。我租金分你一半，楼也分你一半。妈，我别生气了，我这最后一次了，我又咋了呀？就本来要今天去巴黎度假的，但是迪拜的公司要上市，我必须得去，攻略都做好了。迪位妈，你帮帮我，你陪白花去度假，我给你15万，附加费30万。可是最近陪白花熬夜，皮肤说都变差了，拍照肯定不出片儿。哎，你也熬夜，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好、啊？走吧，几点机票啊？一会儿有直升机来接我们。宝贝，别生气了，这次储蓄预算2000万，你俩随便花。那这次是勉强原谅你。迪位妈就辛苦你了哈，直升飞机送你，然后我在巴黎给你俩买了6套庄园，2套古装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你以为的帅女 VS 真实的帅女，出门你以为。实际上。豆干焦了。哎呀，马上马上啊，穿鞋呢。哎呀，马上马上马上。哎呀，我拉破屎了。爱情，你以为。我想和你结婚，做炙热的亲。实际上，友情，你以为？哎，那个碰一下，你试试。实际上，哎呀，他跑出去，他哄我，我都吓坏了。你都没哄过我。才艺，你以为？实际上，高论长地图，说人行走江湖。受到委屈，你以为？实际上，我这一天都要下去了。那天在便利店拿了一支雪糕，没想到结账时他却给了我一刀。你好，一共69。你好。我告诉自己，生活偶尔需要一些小资情调。真好，是韭菜的味道，我吃得很开心，因为我是装的，大概因为长得太像男人，我常常需要装，在女生面前装男神，男神面前装撩机，在闺蜜面前装情场老手，在喜欢的人面前装清纯少女。和几个朋友约了，坐个车一起出去玩，要一起吗？坐啥车呀？就看我的呗。你这豪车怎么都不好意思。好的。别说啊，我坐的还挺宽的。司机竟是我自己。我这座椅都是真皮的，还能灵活变动，你们随便调就行哈。虽然咱都说是隐私玻璃，但是也得注意啊！亲爱的，开车是不是很难？突然有点闷，得赶紧打开我的超大全景天窗透透气。我去买点冷饮啊，路上喝。在这个炎热的夏天，我的心和我的三区空调一样凉爽。但你好，一共652。你好，如果生活欺骗了你，装下去，闹听。不知为啥又出来相亲，但据说今天是我喜欢的爹系男友。终于遇到显得我柔弱的男生了。嗯，我排队、啊、没想到你还挺壮实的嘛。人家只是骨架大了。你这爹系是亚麻爹的爹吗？调皮。谢谢你，从来没有人送过我气球。哎，这莫名其妙的少女感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不会是要哭哭吧？哎，要不我再给你买一个吧。人生就像一辆列车，有人上车，有人下车，没有人会陪你走到最后的。哥们儿，你语文阅读理解没扣过分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哇，你相亲选择这还挺特别的哈。因为逛家居就是要跟喜欢的人一起啊，共同规划自己的小家。哦，是，这经常逛逛以后自己家装修心里也有数。讨厌，什么自己家？谁要跟你结婚了？这有点草率了哈。不过你们女生在外面打拼，家里没个男人可不行。果然只有女人能理解女人。嗯，这个风格高级但不高冷，温馨但不谄媚。你看这整体布局配色多和谐，这个空间是有温度的。有的人出口成章，有的人只能夸一句牛啊。牛啊。反正我是颜值至上，肯定要挑自己最喜欢的。装修是挺操心的啊，你自己挑都得累死。那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自己最喜欢的。下次还能和你一起逛家居吗？啊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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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主要家里拆了几套房子，还有套别墅，没有个女孩子，我拿不定主意。当然可以了，我的小公主。我叫小马，是个身高1.9米的女生。了解我的人都知道，我一直是个自卑且敏感的女孩子。怎么穿的球？会不会玩？能不能玩？能不能玩？
上学那会儿，学校统一要求穿校服，但由于没有我合适的码数，也算是有了穿衣自由。哎，算了，你随便吧。又因为个子高，我常常显得比同龄人显得更加成熟，从而产生误会。内向的我从不敢反驳。好，校服来好，我怎么回事整的？直到被老师识破。哪个班的？哦，我班。但刚来的吧，让老师辛苦。来一个。这样的误会往往让我不知所措，比如当我想感受青春的放肆奔跑。我的青春却嘚瑟不了几秒。哦，你怎么跑那么慢呢？你怎么还有点失望？也曾有过女生藏进了大型社死。马哥是来当妈吗？但你别胡说，马哥怎么可能来大姨妈呢？肯定是个磕的鞋。又没完全死透，所以在很多时候我学会了预判。我有女。不过人生无常。哎，马老师。闹挺。今天相亲，据说对方是个暖男。哦，暖气片的暖吗？这么热，我开车带你去避避暑吧。走。感觉是挺体贴的。电瓶车？嘚嘚。还是声控的？声控的。就不用解释了吧？怕你晒，特意给你带的。很贴心，但没必要。Only you。没事，一会儿开起来就凉快了，抱紧我。怎么居然还有一丝浪漫？没想到是来海边，夏天海边少年，一听就很适合恋爱。个屁，趁热吃，别化了。谢谢啊，就一个吗？趁热吃，矿泉水高四克了，我就买了一根。十级美人，救命，他真的好温柔。那我再给你买一根吧。我刚刚吃过了，这是个巧克力脆皮雪糕。巧克力脆皮雪糕。果然女孩子都不太凉的，我背你回车上喝点热水吧。送你回家吗？送我出家吧。今天是我第一次相亲，对方是位成熟男性。这和成熟已经没关系了吧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他本人不放心，先让他爸来把关，而他本人就在附近。大爷，这种事儿呢，您还是多听孩子的想法。原来是初恋，哪有黑的呢？我这个形象，您家里人应该很难接受吧？哎呀，马色周，媳妇不能周贴漂亮的，你在这儿怎么说？出现了六十岁的妈宝男，你妈还挺操心的哈。俺妈临走前真放不下这手啊，要么一定把媳妇带给她看看。带哪儿去啊？不过你别怕，我依然还是很好的。我不是怕你，我是怕你妈。果然还是直接拒绝吧。我就直说了吧，你岁数太大，咱俩不合适。不是大爷，大爷，你怎么了，大爷？病人年纪大了，受不了刺激啊！他这人年纪大，没出来才能怎么做？对呀，你好险，差一点就冲动了。要不多骗他喝水，趁他上厕所，我赶紧溜。要不你也给我介绍一下？我是小马，是个身高一米九的女生。